有想服侍的念头，却不知道从何开始吗？让我们先来介绍台北神召会的两大团队——敬拜与影音事工。在敬拜团里，可以成为乐手和 vocal。我们固定在周六下午4点半以及周日早上8点半会有练团时间，也是为着主日的敬拜服侍做预备。平常我们除了一起练习之外，也会找专业的老师安排乐器与和声的课程来提升技巧，更能了解互相搭配的需求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也一起祷告关怀，互相学习，彼此勉励。我们就是一群爱主爱音乐且愿意委身的弟兄姐妹。只要唱歌有音准有节奏，甚至学过乐器的话更好，欢迎你加入敬拜团队，只要连续3个月不缺席，就可以成为正式团员哦。在影音事工里呢，主要是在周六协助敬拜者练习，以及周日在 YouTube 进行线上直播。工作岗位主要分为影像、音控与放字幕。影像能学习摄影机操作，成为导播切换画面以及下达指令。音控则是协助调整现场和线上声音的音量与平衡。字幕则除了制作歌词之外，也协助播放媒体。我们借由媒体来回应时代的需要，主日不再只是基督徒实体聚会的小圈圈，而是透过网络将那美好的讯息传递给线上的会众，也成为传福音的新管道。如果对这两个团队有兴趣，也有服侍的热忱，欢迎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，一起专注服侍，也认真的玩。当我们线上时间去给予的时候，绝对是加倍的恩典要临到，使我们的灵命被更新、被建造。在服侍上所获得的感动，一定让你印象深刻，记一辈子。不用害怕，神会为你预备最适合的岗位给你。我们一起容神一人成为那贵重的器皿，就从你开始。